那个女性她是一个准妈妈，她怀孕估计得有六七个月了。她是跟她老公等于是发生了争执，心情不太愉快，然后又跟这内桌也发生了争吵，然后等于就是你知道一气不过，然后就麻辣烫直接虎上去，就是小孩不停的拍桌子嘛。那个对怀孕的那个可能无心烦躁的，一直让别拍了。对，然后你一来我一去的，那不就是口角就来了吗？